我们玩音乐呢，就像胡学这么自然。像我们几个朋友啊，组一个乐团啊，不是因为说要大红大紫，当一个很红的明星，我们就只希望想在很像现实生活中啊，不好的脾气还是什么，在音乐这边发泄出来，让大家知道。接下来我们更加希望就是说，马赌会有更多的乐团来和我们一起玩音乐，走向这个音乐的道路上，让马赌的音乐更加的大众化。所以我们是 B5 4月3号马赌音乐节，我们约定你 ，Let's do some music。